各位牧长、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美宝师母的所有认识她的好朋友，大家平安。我们今天待会儿在3分钟就要正式开始哈。那有几点报告？那我们今天全程都有直播因为我们师母的家人在美国没有办法过来他们会用直播的方式来收看。那我们再提醒大家检查一下我们手机有没有关机或者是关到震动让我们的聚会能够很顺利的进行请大家检查一下我们大家用安静的心来等候在2分钟我们就开始我们的追思安息礼拜。主内故妙邓美宝师母追思礼拜，礼拜开始。静默。听见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
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我们一同请起立，我们来唱诗《我心灵得安宁》。
们请宛福牧义堂陈牧兰传道要来读经，哥林多后书三章二到五节以及四章五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二节至第五节，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上帝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我们因基督，所以在上帝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上帝。阿们。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五节，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阿们。多年来，我们的师母一直在客家传福音，也在客神担任董事。我们现在邀请客家宣教神学院董事长范正成牧师来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掌管创造掌管万有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仰望你。你知道我们今天到这里来参加缪师母邓美宝宣教师的安息追思礼拜，心中都充满了哀伤和不舍，求你将你那属天的安慰和盼望赐给我们，特别是赐给缪基里牧师和他们的家人亲人。在今天的追思礼拜当中，求你彰显你的同在，愿基督在这里掌权，宝血厚厚的遮盖，也愿圣灵赐下满满的恩膏，无论是诗歌，是信息，是分享，或祝祷报告，都带出你的激励和安慰，使这个追思礼拜虽有哀伤，但满有盼望。因为你是世人恩惠平安喜乐信心慈爱和盼望的主。如今邓美宝宣教士已经熄了地上的劳苦，永享神国的荣耀，他一生的服事，无论在美国、在香港、在台湾或其他地方，特别是最后在客家庄和客家宣教神学院，必蒙你的纪念和赏识，他服事的果效也要随着他直到永远。求你厚厚的保守祝福他的家人亲友以及服事团队的所有成员。主啊，我们相信将来你必按着应许叫他复活，并使我们一切属你的人在天家与他永远相聚。我们也深信你既然在他的心里动了宣教的善功，就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愿你的名在这会中得着荣耀，
你的儿女们，特别是缪斯母、邓美宝宣教士的家人亲人得着安慰、帮助和盼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下来我们要请客家回家团队，就是常常跟我们廖师母一起征战传福音的团队，要来献诗《松低黑矮给木栅》。我们廖师母非常的爱客家人，她将她的生命在最后的十几年，在东市，在公馆，将他的生命献上。我们这一群是跟他一起传福音征战的勇士，啊，我们要献上我们的诗歌，诗篇第二十三篇，松低黑矮给木栅。
我们敬爱的妙师母，她真的很爱客家人。她来台湾之后，她先学习国语，到了客家，她又学习客家话。她的客家话是出奇的，非常的标准的客家话。啊，那她很喜欢唱客家的诗歌，所以我们非常的纪念怀念她。我们也感谢她，啊，我是代表客家哈。特别特别的感谢他。接下来我们要请台中牧育堂主任牧师余金堂牧师要来分享信息，一封推荐信。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非常的有福气，能够跟你的仆人师母在这世上一起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现在我们在师母的追思礼拜中，我们把我们的心也归给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从他身上就看到你的慈爱，看到你对他多么有丰富的恩典在他的身上。我们为我们自己感恩，你把你的仆人放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我们因为他更认识主耶稣你的慈爱，你的公义。我们也因为他，我们能够更爱彼此，爱你自己所生的教会。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求你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工，特别是师母的家人，在美国，在台湾，我们求你与师母的家人同在，让我们今天看到你的恩典，看到你在师母身上的美好的计划，我们就同得安慰，也同得盼望。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把以下的时光交托在主你的手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妙师母是上帝的仆人，也是被上帝特别拣选，差遣他到台湾，特别是在最近这几年，他把他人生最成熟、最美好的时光，放在了苗栗县的公馆，苗栗县的铜锣。那我们真的是很有福气啊，能够跟师母认识这些年，他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好同工，也是我们一起开拓建立管福牧义堂教会核心的同工，也是奠下根基的同工。在刚才我们所读的上帝的话语当中，上帝的仆人使徒保罗说，他这一生自己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是上帝透过他差遣他使用他，能够在这地上所建立的教会。我相信我们的妙牧师师母最关心的也是上帝所托付给他要建立、要牧养、要继续的开拓的圣教会。那最后这几年，他把大部分的时间放在公馆，我们在一起同工，管福牧义堂这个名字也是他取的。他说我们客家乡亲很喜欢福气啊，所以公馆的馆就代表公馆，
福气的福，就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给世人，给客家乡亲的福音。我们师母蒙上帝的呼召来建立公馆的有福气的有福音的教会，我们也是被上帝呼召一起在公馆一起同工。所以今天我要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和第四章使徒保罗说他的一生最重要的就是要靠着上帝的恩典来建立教会，要某种方面来说也是要介绍管服牧义堂。因为使徒保罗说你们就是我们的一封推荐信，你们写在我们的心里，你们也会被众人所认识所颂念，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是借着我们上帝的仆人所写成的，不是用笔墨写的，乃是用永生上帝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头上，也是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板上。我对这段圣经说实在的不是很了解，但我最近因为思想上帝在妙师母身上的呼召跟工作，我感觉这几天比较了解一点啊，我很感谢上帝啊，我可以跟他一起同工，我把上帝给我的感动跟各位来分享。那我想今天也是，假如我在想啊，师母的心情哈，他应该也是希望我能够跟同工，跟他所关心的、所牧养的教会啊，特别是管服牧义堂的弟兄姐妹，你们在这里，我想他今天也很想对你们说一篇道，一篇上帝的信息，是吗？是吗？啊，你们看到他，应该他一定会提醒你上帝说什么哈，我们要在啊思想行为上怎么样来跟随主。我今天用三个方面简单的来分享师母在管服牧义堂所成全所成就的工作，他所成全所成就的工作也反映出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位上帝的仆人，他自己也是上帝的一封推荐信。我们从他身上也看到他的家庭，他在 SEND 的团队中的美好，也看到他在上帝面前的生命的美好跟丰盛。几年前，他七年前他来到公馆，然后我们一起同工，我们就常常祷告，常常交通。那个时候我们在公馆除了有几间教会之外，我们决定要以传福音为主来建立新的教会，因此我们就常常祷告常常祷告，从不知道该怎么做，上帝慢慢的开路，我们就一起做上帝的工作我们第一个去明显的传福音的地方就是公馆五谷宫面前的这个平常都是在那边拜偶像的地方，我们在那边传福音那我刚看我们四班里面有几个好像也是在那边我们认识的然后我们就开始分享上帝在基督耶稣里给我们的爱，给我们的恩典，真的是非常的美好。那跟我们的客家乡亲传福音真的不是口才是要上帝的灵，圣灵很奇妙的工作，很有能力的工作，很令人想象不到的工作。我们跟着圣灵，跟着上帝的灵，我发现真的是非常有能力，也非常奇妙所以我们假如说管服教会是一个什么教会
我觉得是一个很灵的教会啊。这是使徒保罗说的哈，使徒保罗说，我们在建立教会的时候，乃是用永生上帝的灵建造在弟兄姐妹的生命中，将上帝的本性，将我们难以明白的上帝的生命，透过圣灵能够写在我们每一个原本不认识上帝人的心灵之中。当我看哥林多后书使徒保罗如何描写他跟哥林多教会的关系的时候，他说，哥林多教会的同工和弟兄姐妹啊，你们是上帝的灵所建造的教会啊，我非常感动。我觉得啊，假如今天师母在的话，他会跟我们说，管福的教会是上帝的灵建造的。因为啊，我们真的在传福音的服事上，我们常常感觉到我们是很软弱很软弱。那我们常常在管福的同工的家里面，师母牧师我们常常一起祷告，一起唱诗歌啊。然后我们聚完会之后，我们常常也是以祷告作为一个结束啊。那我们有一个习惯，就是每一次聚会结束的时候会请一位同工做结束祷告。我不晓得啊，在座的各位，你们认识师母啊，你们最怀念他的是什么啊？我个人呢，最怀念他的是他每一次做结束祷告的时候啊，在主日崇拜他做结束祷告，在我们一般的聚会做结束祷告，在我们福音队要离开的时候他再次做福音祷告。假如我印象没有记错的话，师母在做结束祷告的时候，大部分会用哥林多后书三章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五节，他会用这节圣经来做结束祷告啊。他会很恳切地说，上帝啊，我们真的很软弱，不能够承担什么，我们真的没办法做什么，我们常常很软弱，想做的做不成，我们遇到的困难我们担不起来。然后他会说，但是上帝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一定能够承担哦。他这样很恳切的祷告啊，我印象非常深。好，他在祷告前半段的时候，我都感觉到我想跟他一起呼喊说，上帝啊，你真的要帮助我们，不然我们真的没办法。他祷告到说，上帝啊，我们感谢你仍然与我们同在哦，我觉得我好有盼望。我常常在师母恳切的圣灵恩膏的带领之下的祷告啊，我觉得虽然一天的工作很疲惫，但是我们总是在离开的时候都再一次的重新得力，期待我们下一次可以再一次的来到公馆传福音啊。我们每一次在公馆的聚会，偶尔会有很多的挫折，很多的失望的感觉哈，失望的感觉。但是假如我们那一天有师母祷告哈，我感觉会再一次的圣灵会提醒我们，我们有上帝能够来为我们承担，我们真的是如同师母跟使徒保罗所祷告的，我们靠自己我们不能承担什么，但是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我们能够承担是因为上帝呼唤我们来做他的工作，呼唤我们来开拓教会，来传福音，来建立教会。他会为我们负责任，他会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在困难我们自己无法承担的当中帮助我们能够承担起来。我们真的是看到师母
还有我们众同工经验的是上帝的灵在我们当中，使我们有力量，使我们有盼望，使我们有喜乐。软木教会假如说有第二个特色哈，那个特色是什么呢哈？啊，第二个特色就是软木教会怎么样，很土啊。大家觉得我们很土吗？应该不时髦了，我们真的蛮土的，土味很重啊。那我讲土的意思在客家在我们当中也是说我们是蛮真诚的，我们是真的没有很丰富，但有什么我们就是可以分享什么，很真诚，很淳朴，很心跟心的在一起。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说，你们管夫教会啊，你们在师母的哪里啊？在师母的哪里？在师母的心里，对不对？是吗？好，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跟师母亲不亲啊？很亲啊，在心里啊，很亲啊。我们同工跟师母亲不亲呢？很亲，是在心里，是在上帝的仆人的心里面，心里面。而且假如上帝透过我们师母要跟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些的真理的教导，有一些福音的教导，是在用上帝的道写在哪里啊？写在心里，写在我们的心上。所以我们在他的心里，他说是有一些话要对我们说，也是向我们的心说话。所以我们真的蛮土的，就是很真诚，很乐意彼此的分享，很乐意的让对方来认识我，我是怎么样，原本是一个软弱的人，原本是一个罪人，原本是一个没有用的，很失败的，会伤害自己，会伤害别人的。但是我们是在上帝丰富的慈爱跟怜悯当中，我们就改变了，我们在上帝的真理当中一天一天被建造起来，我们成为可以荣耀上帝，可以彼此相爱，可以彼此分享，可以彼此鼓励。特别是在我们都很失败，很软弱，很挫折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上帝的慈爱中连接在一起。我深深的感觉到师母把一个福音的恩典的上帝接纳恢复的生命活在管福牧义堂的当中，以至于我们管福牧义堂蛮有他的土味。师母是非常淳朴，我真的很开心，他是不会隐藏他对我们的不满意，他一定会说的。然后呢，但是他不会让我们觉得他很讨厌我们，他就是希望教会能够在上帝的福音中真的能够继续健康的成长。那我看在座的，特别刚才师班里面的好几位都是他亲自陪读的受洗的，我记得那个 Lily 还在吗？ Lily 本来几年前说很因为被师母陪读啊，想要赶快受洗，师母说不可以受洗啊，把我们都吓一跳。因为那时候我们教会还没几个人受洗，有人受洗我们都好高兴了。师母说不是因为莉莉没资格受洗，师母说受洗班还没上完，怎么可以就受洗呢？一定要上完受洗班才受洗。我印象中好深刻我知道师母是一个非常真诚，非常希望他所牧养的弟兄姐妹能够在上帝的道中真正的得到新生命，真正的明白上帝的道，真正的信靠上帝，坚定不移的在上帝面前
一生跟随他。哇，我真的感觉到这个很土的态度，真的对我们很好，感谢上帝。阮慕教会真的反映出师母这方面的精神跟上帝给他托付的这个意向，因为他要建立一个，他离开之后不会再走退后的路，不会再回去拜偶像拜祖先的一间真正的认识上帝属于上帝的教会。阮福教会也有第三个特色，就是阮福教会很仆啊，很仆啊，仆人的仆啊，很仆啊。这是哥林多教会反映出使徒保罗在建立教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师母跟使徒保罗学习，也是上帝教导他。使徒保罗说，我们虽然上帝是要透过我们建立教会，我们蛮重要的，我们的角色很重要，但是我们又深深知道，虽然我们的角色很重要，但是我们也不那么重要，是吧？所以使徒保罗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当我看到妙牧师师母在我们当中，有的时候很勇敢的教导，要弟兄姊妹都注意他；有的时候他一句话也不说，躲在一个角落。我真的以他为我的荣耀，为我的榜样，就是他让我，假如我觉得做一个上帝的仆人，最高的赞美之一啊，就是我们原不是传自己，感谢上帝，我们可以不必传自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唯独有耶稣基督才重要。师母在这么多年跟我们在一起，她不断的不断的活出传基督耶稣为主的一个传道人的很深的一个品格，很深的一个信念，也是因为他遵从主耶稣基督为主，不传自己，不彰显自己，不用别人太看重他，所以他也可以很深很深的做基督教会的仆人，做广福牧义堂在座的每一个人的仆人。我们广福牧义堂没有自己的硬体，没有自己的教堂，所以我们一直以来聚会都是在妙牧师师母的家里面本来是在我们刚才读圣经的木兰传道的家，后来就去这个妙牧师师母的家。妙牧师师母的家，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们家，他来找房子找了好久，回来说哎，找到了，找到了，我们就去看他的房子。他的第一间房子旁边就是一个坟墓，我就说哎，你为什么会找这里啊？大家知道吗？因为比较便宜啊。但是我说会不会精神压力太大，旁边就是坟墓啊？他说没问题，很开心啊。所以有几年我们就是每一次去妙牧师师母家的时候，都希望不要看那边，因为那边有坟墓，就看这边。我真的觉得他很可爱啊，他就很享受那里。我们每次去他们家离开，就与死人为伍哈，我们来就是要跟灵性死亡的人传福音哈，让他可以活起来。这是基督为主，
这是因耶稣基督，我们做你们的仆人，我们不是那么重要，虽然我们的角色很重要，我们都可以。他就是这样子。后来那个地方实在是太小了，我们就换另外一个地方，在他们家聚会。一个小小的地方，大概二三十人聚会，也是太小。我们现在就搬到这个黄昏市场，还有这个公馆有一个中山堂，是吧？中山堂，中山堂是没有冷气，没有任何设备，所有的聚会都要扛东西去，每一个礼拜 once a week 扛过去。看到牧师胖胖的，哇，满身大汗，我实在是很心疼他们。那有一天我们公馆牧义堂的聚会是三点钟，聚会到大概四点多，最开心的时间就是可以吃晚餐。好，我们行动不太方便的谢妈妈，好，谢谢姐妹会煮好吃的东西给我们吃。我印象有一次很印象很深，我们吃得很丰富，吃完之后那个不是用那个免洗餐具，都是用碗用筷子，很有质感。吃完之后碗要洗啊，油油的嘛，我就因为那个师母牧师都在后面招待，我就拿给牧师师母看说，这个碗在哪边洗啊，我去洗。好了，洗碗了，不用，放在那个下面就一个水桶。我印象中那我就放下去，我放下去之后我说，那待会因为很多啊，哇，这三四十个碗，我这个待会谁洗啊？好，待会谁洗？我跟牧师待会提回去回家洗。我的下巴差点掉下来。我说，因为我偶尔会去讲道，我不是每一次去，我就说每一次都这样吗？他说有很奇怪吗？不然下一次有干净的碗可以吃吗？可以用吗？哇，我真的是佩服啊，真的很佩服。他蛮喜乐的，他说我因为自己得到上帝在基督耶稣里的拯救，我是上帝的仆人，我也是教会的领袖，但是我很喜欢做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仆人。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有好多话想要跟我们师母再来回忆来回味，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但是我们不是遗憾，因为我们在你的灵里面重生，在你的灵里面能够与你一同在地上在天上敬拜你。我相信我们的师母也是在天父你的面前生命得到完全的改变，你欢喜快乐的欢迎他回到你的身边。主啊，我们感谢你用他在地上传福音给我们，让我们离弃偶像，离弃罪恶，可以回到你的面前，做你的儿女，做天国的子民，做教会的弟兄姐妹。圣灵啊，你使我们圣徒能够相通，使我们享受做上帝你家里的人的美好。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纪念你的仆人苗师母，他奉你的差遣
来到我们的当中，他很灵，因为他面对的工作不是靠他自己可以完成，他也很土，我们跟他真的是好朋友，是主里的同工。你也说到他，因为他认识你，他甘心的不传自己，乃是至死忠心的传基督耶稣是我们的主，并且他自己也因为耶稣基督做了我们众人的仆人。我们感谢你，还是特别为 Send 这么美好的宣教的团队向主献上感谢，求你继续的赐福给你的仆人的团队，让他们不传自己，传耶稣基督是主，让他们不是自己能够承担什么，是因为你的灵在我们的当中，使我们能够承担。主啊，为我们管服教会来到你面前祷告，主啊，愿你的灵再次充满我们，眷顾我们管服教会的同工们、弟兄姐妹们，在妙牧师安息在主的怀中的时候，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连接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你的生命何等的荣耀，何等的丰盛，何等的美好，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传扬你，让我们看到你生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为我们做赦免赦罪。主啊，我们也能够与我们的基督耶稣在一起，做众人的仆人，让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你，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而活。主啊，求你用师母的祷告，用他所传扬的道，用他生命的榜样，继续的向我们说话，用你所给他的信心继续的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管服牧义堂，我们能够成为你的教会，我们能够不传自己，能够传基督耶稣你是我们的主，也能够继续的向客家的乡亲做众人的仆人。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师母在公馆的时间差不多是整整的七年的时间，在这个当中将近有40位福音朋友受洗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呢带给我们客家很大的盼望，带给我们生命的方向和价值，所以我们感谢他。他如同一粒麦子，他落在地里死了，他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不单单过去，我相信在现在以及未来，这个生命还要继续的让许多的子粒结出来。我们一同来唱诗一粒麦子，请我们一同起立。
你的麦子它落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激励生命的奇迹。一粒麦子，一粒麦子，它落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活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激励生命的奇迹。主，我愿意。师母的家属啊，要来做故人的略语报告。好，他们是用影片的方式。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观看故人略语。Share. When his chosen one shall gather to their
我们知道师母牧师有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们非常的恩爱啊，所以呢我们真的都非常的感动，而且非常的投入在客家的福音事工。那我想我们现在因为我们有直播师母的家人亲属哈都在看我们的直播，我们跟他们挥手一下好吗？好，请后面的那个直播在后面啊，两个镜头哈，好，我们跟他的家人哈挥手，啊，好，谢谢谢谢你们啊，谢谢美宝师母的家人哈。我们现在要做侍奉的列律，请国际财团协会。
来宣读一下这一段哈，字比较小。邓美宝宣教士于1992年12月10日被任命指派到香港宣教，然后在1994年7月25日抵达香港宣教工厂，开始服事。妙基里牧师于1996年1月4号成为受命宣教士，然后他们二位于1996年8月28日结婚。隔年，基里和美宝夫妇在1997年5月11日出发到香港服事，在2005年1月转换工厂，搬到台湾，开始这边的宣教工作。多年以来，他们一直用热情专注在客家族群的宣教事工。我们现在要进行追思感念文，首先请陆立贤师母，第二位请戴如颂恩师母。美宝初到台湾的时候，在台中学中文，他是我同一栋大楼的邻居，我住一楼，他住四楼，三不五时我们互相串门子，有时候坐在彼此的客厅聊天，直到深更半夜还意犹未尽。他是我的好朋友，我的好邻居。后来我的母亲过世，他和妙牧师二话不说，把我身上所有教会的服事都接过去，甚至在我还没有想到的时候，他们就拿了我母亲的照片，替我制作了一个精美的 PowerPoint， 成了我们追思礼拜中最美好的回忆。他是我的好同工、好伙伴。美宝性情正直，待人接物十分真诚，没有虚假，对客家事工始终坚持 focus。从台中到东市到公馆，他都没有违背从神来的呼召。他爱护群羊的牧者仆人心肠，更是在许多实际的行动上展现出来。他是我的好榜样，也是好师母。妙牧师生病后，他日夜照顾，尽心尽力，天天变着花样让牧师开心。每每听到他为牧师祷告的时候，那么心疼他，不舍牧师有任何痛苦。他对神的信心更是始终坚固，没有动摇。他是一个好妻子，更是耶和华耶稣美好的见证人。如今在我们毫无预备的心情下，他骤然地离开了我们。他的音容、他的健谈和风趣历历在目，大家都这么说。当那天来的时候，妙师母会是第一个在天堂迎接妙牧师的人。我就想象着这对可爱的夫妻，当他们乍然相见的时候，会有一个怎样的对话。我猜想妙师母会很风趣地说，哎，老公，我比你先到一步。而我会想象妙牧师也会很幽默地说，哎呀，老婆，你是抄小路的。是的，美宝，你真的吓到我们，但我们深深的爱你，非常非常的想念你，也会永远永远的记着你。I got to know Mabel in Hong Kong first. We were new missionaries and we had just arrived in 1996. And she met us there and helped us out and get her bank account, get things settled, and
But we've had a friendship with her since then. And after that, shortly after that, she got married to Gary. We've shared laughter and tears, joys and challenges. But one thing about Mabel is she always had joy. She always had laughter. One thing I would like to say is that her laughter and her joy, it came from the Lord. It came from her servant heart. The first thing I really think about is her servant heart. Like she helped us in Hong Kong. She came to Taiwan before us, and a year later we came. And again, she helped us, and Gary and they both helped us. I remember them saying, oh, you have your driver's license, hop in the car, you're driving. And they took us and they made sure that we could get going and get, it wasn't just us, it was other missionaries too. They were always ready to help people, whether it's a trip to Costco up in Taipei when before we had one here, or something else. It's also to people here that they worked with. If they saw someone who needed something, they were absolutely ready to help and jumped right in. Another thing about Mabel is her cooking and hospitality. She always was making bread or desserts, something simple as fried rice. I remember standing in her kitchen with her and making fried rice. In Hong Kong, we learned to make cha siu pork together. And she wouldn't just cook at her home, she would always bring it to church, to friends, to gatherings. She was very generous. B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about Mabel to me is her passion for Jesus and her love for others and love for the Lord. When she worked in Hong Kong, she worked at the Industrial Evangelical Fellowship, working with the blue-collar people. It wasn't to the most popular people or to the rich. She worked to anybody. Then coming here, working with the Hakka, it became her heart, her passion to share with people about Christ, both in Dongshi and Gongguan. But I know that when she had her ministry, she prayed. That was her foundation and encouraged. As we pray together, I hear her heart and her passion. So I know if Mabel were here and she was talking with us, she'd say, make sure you have that time with Jesus. Let him be your one that can help you. And if you don't have that time, come, talk to someone. Let's talk. Jesus loves you. And though we miss Mabel, we know that she's with Jesus. And I know when she got there, he said, well done, my good and faithful servant.廖牧师他常常说他是从美国来的客家人，那是米贵老爷客家人，所以呢他很认同我们客家，我们非常感动。只要有廖牧师师母在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有安全感，所以我们非常的怀念师母过去非常的亲切，甚至自己亲手做食物给我们同工吃，非常的感谢。现在请我们一同起立来静默追思，我们用安静的心追思我们的妙师母。
在我们的节目秩序册里面的后面仍然有许多的追思感念文请各大家可以回去慢慢来看他亲切他助人他爱人的许许多多的点点滴滴。接下来我们要请亚洲国际财团协会的会长艾森道牧师为家属祷告。We're going to bow our heads and we're going to pray for especially the families of both Mabel and Gary. 我们一起低头为家庭祷告。Our Heavenly Father, we come to you today. We're sad, we're shocked by the passing of our sister Mabel. From our presence right here in this memorial service, we call on you, God, because you are the giver of life, and through your Son, we have the source of eternal life. You know our hearts, you know the hearts of the family members who cannot physically be with us here today.You look down and you see their grief and their hurt. But Lord, we're so grateful that you're able to give peace and you're able to give comfort to the family today. You dry their tears and you ease their pain. And although we mourn with a great sense of hope.Because when we see the cross, we also see the empty tomb. How very thankful we are, Jesus, that you rose on that third day, never, ever to die again. And so we cling to your promise that you gave us that because you live, we might also live. We are forever grateful.For the resurrection, for the life, and that when we believe in you, we shall live and we ourselves will never die. Thank you for the life of Mabel that was a testimony to this truth. We thank you, Jesus, for your victory over death and for sharing that victory through your grace and your love and eternal life with us.I ask that you would comfort the family of Gary and Mabel in this loss. Through our expression of grief today and through the family's expression of grief, we ask that it would deepen our trust in you, our Savior, that it would strengthen our resolve to live and to serve you. We praise you and thank you for Mabel, and we rejoice as believers that we will one daybe reunited with her in glory. Lord, we ask your blessings and comfort upon the family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our Lord. Amen.接下来我们要观看影片哈，就是家属的致辞。美宝师母的长兄邓若愚，二哥邓若鹏在影片当中来做报告，来做说明。我是妹宝的大哥，我们有四兄弟姊妹，妹宝是老四。当我跟我的爱人，就是我现在的太太，谈恋爱的时候，妹宝只有八岁左右。我们常常都带着他，所以我的太太跟美宝是很有心口的感情。现在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都很震惊，但是我们知道这都是神的旨意，我们只有接受。
我们知道他已经去了一个更美好的地方，只要欢笑，没有眼泪。美宝在家虽然是最少，但他是我的导师，不论在做人方面，在属灵方面，他给我都有很好的提醒。我记得有一次，当我的婚姻亮了红灯的时候，他跟我说，一个好的运动员永远不会在赛跑的时候半途放弃，就是因为他的提醒，我的婚姻危机才会平安度过。在树林方面，我对圣经有很多不懂的地方，他都很解释给我听，很让我明明白白的。我们一家人都为他的离去很伤痛，但是他仍然是活在我们的心中。美宝，我们爱你。My name is David. I'm the number three among my siblings. I thought I was the youngest one in my family for a long time until Mabel came to birth. Since the day she was born, Mabel got all the attentions of my parents. Well, she deserved it because she was a lovely, cute little sister. She was blessed with that kind of personality. She's outgoing and people-oriented.She always brings joy and life to our family gathering. Though age-wise, we were like 8 years apart, we had a close relationship. Perhaps because we could talk to each other on various topics, especially in spiritual sharing. In 1976, my parents immigrated to US with Mabel.That's the first time we were separated from each other, so far away from east to west. Glad that I have a chance to visit Mabel when I was in honeymoon with my wife, Helen. Well, never realized finally, I immigrated to US with my family in 1990. Since then, our family had more opportunities to see Mabel in our family gathering, together with our brother Alwin's family too.I was so delighted and excited to see Gary and Mabel came to know each other and decided to get married. I was even more thankful to witness the commitment to serve the Lord together as missionaries. Well, though they went all the way 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world, to Asia for a mission, and we were separated again from west to east. Yet I understand that is a calling of God for them.I've been praying for them, and I'm happy that our church has been supporting this mission. Now, Mabel went to the Lord. This time, the separation is even farther away. It's heaven and earth. But I realized that none of all these separation, including this time, is permanent. Mabel, I'm saying goodbye to you now, but not for long.I'll see you again, and we'll be together forever. No more separation then, my beloved sister. Thank God for letting Mabel to live a full life and serve him faithfully with Gary for all her days on earth. Praise the Lord. 好不好？我们再一次跟我们的美宝的家人哈，他的大哥、二哥。还有他的姐姐啊，美宝师母是最小的，我们再跟他们问候一下哈。他们现在正在直线的网路上在看到我们哈，啊，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我们现在最后要请家属致谢啊，请邓若宇弟兄。是美宝的大哥邓若愚，我在这里跟代表我的家人
还有我的妹妹 Dorothy 和我的弟弟 David 的家人，谢谢大家在白忙中能抽时间参加，特别衷心感谢 Sam 拆船总会与教会的同工们组成了一个聚商小组，帮忙筹办美宝的后事，还有对 Gary 的关顾，使我们那些在外地的亲友因为疫情的关系不能来台湾都感到安慰。我们知道都是神的恩典，他的恩典够用。愿神祝福台湾的同胞，教会的弟兄姊妹有平安，特别是教会的牧者、同工和差会的同工，都有健康能力，继续担起全福音的使命。感谢主 ，Amen。好，谢谢。我们要请我们台中牧义堂主任牧师余英堂牧师做祝福祷告。让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领受上帝要给我们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同工，今天是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领受上帝在我们当中的盼望的美好的一个早上。愿永生活着的上帝在基督耶稣里是你的道路，是你的生命，是你的亮光，从现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现在有几点报告哈。首先，我们就是代表我们的智商的小组哈，非常的感谢我们今天从各地各方来的牧者、同工、弟兄姐妹，还有爱护美宝师母的朋友啊，特别谢谢我们的 Send 非常多的同工，还有我们曾牧师哈，我们范牧师。还有我们其他许多的牧者同工哈，那我们真的非常感谢，我们也怀念我们的师母啊，我们继续关心我们的牧师啊。等一下结束的时候在外面有预备西点的餐盒啊，请各位可以取用哈。那我们也希望借着这样的机会哈，大家可以彼此的分享哈交易。我们今天的追思安息礼拜就到这里结束哈，我们默祷三会。好，好，好，我们可以到前面来哈，就是我们按照顺序哈，可以按照前面来照相啊，如果需要的，好，我们可以用各团体哈，各单位哈，好吗？好，我们。好，请好管福教会哈，管福教会哈，我们管福的团队了哈，客家团队好吗？哈，请先上台好了哈，我们非常敬爱的跟师母哈做最后的这个追思的照相。好，我们其他想要要照相的也可以哈，等一下按序来照相。
是我们请我们的天的是Hello，Hello。我们请我们的先的先 member 也来拍照留念哈。我们请先 member 哈来准备一下，对。So invite all the same member and the phone and the ex same member please come forward and then we can take a picture and.好，先给另外一组人来，对不对？请你们来先来，我们准备一下。来，客家神学院的，是客家神学院的董事们，老师们，哈、哦，请在前面，哈、哦，我们是the same member stand by, and then after that, and then we'll be take the picture. And 先同工们，对，不是，客家客神，我不是。我啊，哈嘎，seminary 可以除口罩的就除哈，来看着这一边，中间这边，前面这边，好，如果好了，好，我们再等一等，来再一张。我不知道东师的姊妹们有没有来，如果东师的弟兄姊妹来，也请你们留步哈、哦。好、哦，来，才在最后一间，我们客家神学院。好，谢谢我们的 same member, please come forward and then we check the picture。好，请东师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在的话，好，好的，好。And please come.And the taller gentlemen, please stand in the back. And our lovely ladies will stand in the front. 好，我的 Megan 老师 ，Yes, hi, okay. If you're tall and then you stand in the back, please don't be shy. And then we all get together. You can take it off. Please take it off. So.We celebrate the life of Mabel, right? So they take it off. Yes. And please stand in the middle, a little bit forward to your left, okay? Yeah, please move it to the center a little bit. Step two steps from your left-hand side, yes? And then that's where we'll be in the center, so we can see the background for Mabel as well, too. Yes. Everybody?Roof, yes. Roof, please stand in the, we have a third row. You can stand in the third row. Yes, I'll be standing in right here. Oh, okay, okay. Anybody else? Anybody else? Okay. Take off your mask for a moment. Take off your mask. okay. Na bien.So we all together. Oh, Baba, Baba Missy, and Lin, is it Linda here? I wonder, Linda is over here. Linda, yes. Oh, sorry. How? So find your position. We have third row and second row and the front row. Sorry. How? Thank you. Michael, and Angela.And Michael, and all the boy, all the boys will come forward as well. 对，等一下上去。好，好。Please come to join us. See you how big the family we are. Yes. We have more. Okay, I'm right here.Everybody see? Thank you, Lawrence. Thank you, Martin, over there. I think we are missing Brenda. Brenda, where are you? Brenda! Let me call Brenda. Brenda probably go to somewhere. Brenda!
Brenda, we are missing you. Please come down to join us. We cannot miss you. Brenda? Oh, she doesn't like take a picture, as I heard. Okay. Okay, let me take the final one. Thank you, Lawrence and Martin. Thank you. 我不知道东师的姊妹们在吗？哈，应该不在哈。好 ，Thank you, everyone. And I'm not sure we have lunch. Do we have lunch as well? Yes. I noticed our 公关 church will have lunch. Oh, you guys don't have lunch. Poor sad. So. Yeah, we have McDonald's, we have a lot of, yeah.